民署中区事务大队、台中市专勤队、保二总队、刑警大队组成专案小组，会同台中市政府卫生局等单位，在台中地检署的指挥执行搜索下，当场查获一名籍塔姓失联移工，正在住处帮病患进行牙齿治疗，当场查扣多样来源不明又阳春简陋的牙齿医疗器材，全案依违反医师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，并于五月提起公诉。台中市专勤队调查中发现，塔贤透过脸书等平台宣传牙齿诊疗前后的对比照片，吸引许多同乡前来就诊。冒牌牙医也坦承自己做的牙齿强度不如一般的假牙，完全是重看不重用，不顾治疗对象的就医安全。违反医师法的规定，未取得合法医师资格执行医疗业务者，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